你上次接的那个酒店坠落案，就是因为他。通过他，真的能接近江源吗？他是江源的独生女，通过他，是接触江源最快的方法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？ 是您叫的车吗？师傅，您能掉个头吗？不行啊，这边有拍照，不好掉头。我朋友喝多了，他在那个里面。你让他走过来吧，要不然你扶他一下。他已经吐了，他走不了路了。你不过来，我过去。拿把伞把他扶过来不就行了吗？可是我没有伞，你就掉个头不行吗？我这后面灾荒很多呢，对不对？赶紧上车走吧。那你还拖延时间，你坐在里面很舒服是吧？下着雨呢，让他走快一点。不下雨了。 明天雨？这还不算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今儿咱们快走吧。伞给您吧，我不用了。谢谢。谢谢。 这么可爱的女孩，你就不怕你真的喜欢上她？当然要喜欢了，要不然怎么接近江源呀？讲讲，别开灯，是杨。 刚楼你那个男的是谁呀？你认识？就是那个混蛋律师，任天宇。混蛋律师？嗯。他就是那个把你怼得哑口无言那个律师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被他怼得哑口无言？啊，你没有哑口无言，你最厉害，棒棒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才不会哑口无言。嗯。但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帅的。 既然你这么讨厌他，肯定不喜欢吧？我才不喜欢他呢！那我追他了。小智，你也不许喜欢他。小气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赶紧躺好，别给我拖身上。乖，这样才对。嗯，混蛋律师，在法庭上。 嗯，说到哑口无言，哑口无言，这不能再喝那么多。嗯，哦，别吐我身上。嗯。